嗨，这个就没有闲置格数了。在奴隶腰响唱，站在我后面的难省能感觉到他视线一直在看着我腰，感觉有点尴尬。接下来这个看起来像凉拌蔬菜，随便夹一下吧。再意思意思夹点泡菜。去欠太放小票那堂，今天就是简单的豆腐大讲堂。放下盘子去打沙拉。继续夹蔬菜，今天这个食堂忙活拆了也一般。拿着沙拉走回座位，坐下来准备吃饭。原来这道菜重点在苹果，看看我同学夹了，再看看我自己了。更无语的是，才发现麻婆豆腐没了的话，就可以吃上炸猪排了。